这位胡子哥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吧，如果你还并不知道这位鼓手是谁呢，那么你和我一样，我也并不能读出准确读出他的名字，他名字实在太复杂了，我们都叫他胡子哥。这个胡子哥最早是马瑞老师推荐给我的，他说有一天他刷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打鼓，那个视频没有什么特别迅猛的大招啊什么的，就没有能够震惊到马瑞老师。他说但是他底下看见有个点赞，点赞的人是 Eric Moore。你知道 Eric Moore 这小子，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啊，这小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天不服地不服，他服的鼓手很少，他服的鼓手 Vinny Clota、Ronald Bruno Jr. Mike Mitchell 就为数有限的那么几位人吧，他点了个赞，就说明他比较赞赏这个鼓手。然后马老师就点进去看了看这个鼓手，一看就说哎呦，简直是机能，也是机能怪物，机能怪兽，就推荐给我，我看了我也非常非常喜欢。问了身边的几个朋友，有的朋友说啊知道很有名，有的朋友也是完全没有听说过。那么自凡您完全没有听说过了，我今天就推荐给您这位胡子哥，您可以上他的这个社交账号上去看一看他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国内也有搬运的都不错。那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个，那我们今天反正也介绍了这个人了，我就顺便讲一个他教的 Eric Moore 的招，是吧，他模仿 cosplay Eric Moore 的招，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看起来非常非常唬人，我先打给大家看一下。我打的也不好，我打的也不够快，打快了会更唬人一点，是吧？但这个招本身特别特别简单，就介绍给大家，一共三句话，你学会这三句话不停重复就完。第一句，右左右左踩踩，把第二个右左打来两边，这就第一句，特简单。第二句啊，第二句和前面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把第二下变成个脚，就变成右踩右左踩踩。那两个连起来就是右左右左踩踩，右踩右左踩踩。最后一句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右左右左，前面四下 不难，右左右左踩左，就这一点难，右左右左踩左，右左右左踩左。最后一句还是右左右左踩踩，只是第一下右搭一个脚进去。把这两个连起来，那么最后只需要把这三句连起来，它原版里面呢是一二一二一二，三遍一二，一遍三，实际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组合，因为这个是我们没有讲数拍，是因为它全数六，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六，三二三四五六，四二三四五六，如果你是数十六分音符，那你只有四个空，那你肯定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六，三二三四五六，四二三四五六，因为三要占两个小节嘛，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六，三二三四五六，四二三四五六，就没了。如果你是三十二分的六连，那刚好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三四五六，四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六，三二三四五六，四二三四五六，就刚好可以变成它这个原版三遍一二，一遍三。教这个招了肯定不是目的，我打的肯定远不如人家那么脆爽，是吧？我们目的呢是为了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半有名半不有名的鼓手，他的教学大部分是一半西班牙语一半这个英语的，回头来我看看再挑几个他教的比较好的一些观点性的再给大家出几期。
好吧，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peace。